徒步不曾限制，生活更紧密。运用材质营造光影及视觉流通，收纳柜体轻量化，呈现轻盈感。楼梯间以玻璃增加穿透感，界定厨房与客厅电视墙。不合适设计规划梯下机灵空间，插空玻璃拉门衔接卧室入口，化妆台与收纳衣柜机能满点，衣柜弱化梁柱具时尚美感，温润木质调符合女巫主拍摄工作，犹如精品店高级优雅氛围，多功能空间互动及调整性高。